就算你技术好、出活快、审美又高端，那能怎么样？是吧？我让你改，你还是得改呀。谁让我是甲方呢？甲方了不起啊？对呀、啊，就是了不起啊！又是你打我呀？打不改。大一 vs 大四，大一学长你不要这样，大二学弟你不要这样，大三学弟你觉得我怎么样？大四学弟你不要跑啊！再睡五分钟。你们知道这个世界有多么不公平吗？这是我妹的裤子，我刚才穿她的裤子，我才发现这么宽，这么宽。你过来，过来，你们看一下她的脸，她脸现在有多小，太气人了。你说你这片儿老考不过，还来干啥呀？我怎么考不过？我都练会了都练会了。嗯，那我说你坐。行。安全带系上，踩离合，挂档，转向灯，按喇叭，松手刹，踩离合，给油走。喂，老婆，我发奖金了。你都不能想象是怎样一个收获。你晚上别做饭了，咱们出去吃。吃完饭之后，咱们去逛商场。你上次看上那个限量版 LV 的包包，我帮你买。你不要舍得花钱，老公挣钱不就是给老婆花的吗？你就是我的全世界，好不好，老婆？对不起，你打错了。醒醒！开饭了吗？这是我们宿舍的小姐，他们家在内蒙古，他妈为了送她来上学，卖了两头牛。后来我才知道咱们家有好几百头牛，好几千头牛，好几万头牛。你家还有好几辆车呢。你只管努力，剩下的交给天意。当滴滴滴滴滴滴，当滴滴棒棒。挑战面无表情吃酸辣柠檬，挑战失败。没人不说暗话，我可以做你女朋友吗？八小魔仙全身变，我可拉变身。
束花吧。下雨了，心情不好，不想买。哪里有下雨啊？哪里有阿姨啊？请问一下，你们公司中秋节什么福利吗？哦，我们公司中秋节说发奖金，最高有500万。我当时那个高兴，结果拿到手才发现是张彩票。我现在就想对我们老板说，我这个可以打马赛克吗？可以。啊，陈顺发，你去吃啊！你去吃啊！你要娶我吗？我是宁老师，刚来广东一个月，每天中午都过得提心吊胆。有到十二点，点个煲仔饭先。煲仔饭。这么残忍。不如点几个餸，加埋人头饭啦。人头饭啊。你真是个狠人。工资未发，食咩饭食自己啦。食自己啦。12306，电票成功。阿妮，你和我交往吧。我问你一个问题，你要是能答得上来，我就和你处对象。好啊，你问吧。你猜我会问你什么问题啊？长得好看的就叫美女，长得一般的就叫小姐姐，像我这种嘛，叫老婆，傻瓜。喂，谁呀？还回来？刚刚被发短信回来。我这边那个，你媳妇发火挺吓人的，赶上恐怖分子了。和恐怖分子还是有区别，恐怖分子至少还能沟通。恐怖分子至少还能沟通。